經濟部嘅投資業話組咧，今日係推白雲山八七四噶，揀選原因嘅係咧，醫藥板塊持續向好噶，資金追捧意欲高，可以咧加以關注。受惠政策推動嘅中醫藥板塊咧，可以睇好噶，股份咧可以留意白雲山。白雲山係老牌嘅中醫藥股嚟噶，主要嘅經營業務咧就係恢復順利啦。白雲山第一季嘅盈利按年增長37%，綜合毛利率啦按年升0.5%去到22.5%噶。根據彭博綜合預測啦，白雲山今明兩年咧經調整嘅盈利咧達到34億同埋37億人民幣啦。2021年嗰個預測市盈率咧，即係 P/E 咧就係9.5倍，估值咧明顯低過同業，例如係同仁堂國藥啦同埋中國中藥噶。咁受惠旗下注射用嘅头孢呼吸納啦，通過仿製藥一致性嘅評價，咁白雲山咧日前出現咧突破性嘅裂口，投資者咧可以等佢。